八哥，小雨嘎嘎，咋了小莫？挖到钻石了。所以没错，我就是来炫耀的，看你就不像挖到钻石的人。现在只要确认八哥没挖到，咱们就稳拿第一咯。八哥八哥，你敢姓马呢？谁呀？小莫。哇塞，你居然能听出来是我。赶紧挖你的钻石去，人家已经挖到了，所以第一名就是我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哎呀，八哥，别挣扎呀，第一是我的了。小雨姐姐，你看他，他还不服气。小雨嘎嘎，咋没动静了？人呢？我去，嘎嘎，你给我站住！别动我钻石！抢到了。十里桃花百度艳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宝贝们，欢迎收看《墨渊绝地生存》第64期。咦，小莫，你说的钻石呢？哇哇，八哥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呀！算了，不就是一颗钻石吗？反正咱们用机械挖矿法已经超过小雨、嘎嘎和八哥了，面子和钻石比起来，当然还是面子重要一些。咱们得搞把铁锹出来，不然下个矿能累死。哎呀，这些猪人好烦呐！事儿啊，还是带下去做吧，活着总不能被尿憋死吧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死了死了死了，要死了！哼，逼逼年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机械完了！赶快救我，八哥救我！小雨在此，谁敢上墨？哦吼，赶快厉害，赶快威武！改改是什么啊？姐姐呀！八哥怎么还在那里挖钻石呢？小莫，小莫，快来看！看啥呀？哎呦，钻石！这不是陷阱吧？我可就一条命啊！你们干嘛呢？哎呦，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八哥，你这搞的什么鬼东西啊？恭喜八哥荣登第一！哎呀，啾啾啾，第一明明是我的，证据呢？别看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啊，你们联合起来了是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的天，子小莫，你还我钻石！找小雨姐姐要钱。哇，这是兄弟双钻，见者有份，见者有份。去去去去去，就两个，见者有份个毛毛线。危险全部排除，带我拍张照片。大家等等啊，我往宽扩扩地方。只论拍照，地方一定要宽，再扩个两格。小雨姐姐，咱们俩赶紧分了。哇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大哥，你怎么把钻石全部拿走了？明明是你拿走了。哎，怎么变成三颗了？什么三颗？哇，你们挖钻石居然不叫我。大哥，快交出来。哎呀，这钻石怎么这么沉呢？嘿嘿，山脚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走喽。做人嘞，踏踏实实最重要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喽。我是墨渊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，拜了个拜。